好，我们继续啊，刚才讲到这个死的这个问题啊，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故事，什么故事呢？有朋友呢，他就在讲，他看到星云大师有一本书上啊，这个记录，说有人要过生日，请这个星云大师呢给他写一幅字。星云大师呢就写了个死字，这个人呢就心情非常不好，说大师怎么写了个死字呀？星云大师就讲了，说为什么写个死啊？你过一次生日，就离死近一步嘛，这是正常规律。要是你还没死，你儿子死了，这叫白发送黑发人，这不是很痛苦吗？要是你儿子没死，孙子死了，等于两代人送这个黑发人，不是更苦吗？难道你觉得我给你写这个死字是不对吗？哎呀，那个人一听有道理，人是正常生死是对的，要是不正常的生死啊，这种对人的打击是非常痛苦的啊，因为我们想呢，你要是正常的老死了，还是很幸福的。要是我们没有死，孩子死了，孙子死了，活人比死人还痛苦啊！我们有时候想想，哎呀，这个大师就是大师，非常有智慧呀、啊。别人可能过寿送个寿字，他没有，他送个死字，他以这个死字来警醒大家啊。我们每过一次生日，都是离死近了一步。啊，说白了，我们人现在干什么呢？说心里话，我们都是排队等着死呢。真是这样啊！我看了一段微信，说对医生的这种定义啊更有意思。说医生干什么呢？说大家都排队死呢，医生啊就是监督排队的人啊。说医生把这些生病的啊，着急着要插队的要去死的人呢，把他给揪到他原来位置上去，还没轮到你呢，你别去。有些人呢非常着急，就和医生还要打架，还不尊敬医生，还骂医生啊。所以说，医生啊是为了把争着排队、哎插队要提前去死的人，把他给揪到原位上去。这是对医生的这个定义，哎，我们有时候一听，好像还是挺有道理的啊。人这一生，你看这一块讲到一个精进为要，也讲到生命在呼吸之间，修行人，我们今天修身养德的人也可以成为修行人。修行不光是宗教名词，你包括在生命在呼吸之间。要是信佛的人呢，大部分都听过，因为佛呢，在世时和弟子在聊天，也就讲过，问其中一个弟子，说人的生命有多久呢？其中一个弟子就讲了，说也就数十年。佛呢当时又问了另外一个弟子，说你说说人的生命，哎，有多久呢？这个弟子讲了，哎，可能就是一天一夜，啊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。佛呢听完以后还是不满意，又问了另外一个弟子，说这个人的生死是多久呢？这个弟子讲了，世尊啊，我认为人的生死就是呼吸之间，一口气不来就死了嘛，就这么快。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个工具。你如何用你的工具，在你有生之年为这个社会、国家、你的家庭和你的自身提供、体现你自己应有的贡献和价值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听到这一段以后，也想哦，我们随时在想，哎呀，我们这活一天少一天啊，说死就死了。
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要珍惜我们每一天，把握好，随时，哎，随地的这个时间。我们今天在工作，我们今天在家庭，我们在人生的这个旅程中，把时间一定要把握好。这个是非常重要啊，所以我记这个普贤菩萨，哎，有一句偈子就讲，啊，说这个大众啊，如少水之鱼，似有何乐？就是你还乐什么呀？是不是？水里可以没鱼，鱼离开水就死了。我们现在人如同如少水之鱼呀，似有何乐？你有何乐？也就是告诫我们在我们人生道路上面。生命苦短，大众应当精进修身养德。啊，儒家成圣，哎，道家成神，佛家成佛菩萨。我们是一定要抓住这个境界的啊。这一段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不要空过每一天，就是每一天都不要空过，一定是要落实的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儿：善人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，便省了闲情。这就给我们定了啊！你看上面讲的修行，修行就是把我们恶习、恶思、恶行修正、改变，变成善人。那善人如何去应对？那别人骂你的时间没必要还口，还口没任何意义。要真有那个时间。我们自己正好反省，别人骂你，要是骂的对呢，我们改正，谦虚接受；要是骂的不对呢，正好给我们提醒，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就行。没必要置气，置气是没有任何价值的。再加上呢，以暴制暴啊，是化解不了暴的。啊，这个我们要清楚。那打不还手呢？为什么说打不还手啊？我们想想，两个人一对打呀，就成了打架了。包括夫妻两个也是一样，他要真生气打你两板，也就那点事儿了，也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。啊，就像我前两天一个朋友给我讲，哎呀，说别人来闹事儿怎么办？我说推你自倒就完了嘛。哎呀，他说这多，哎，没面子呀，我面子值几个钱呀？来的人你打倒了，刑事责任要坐牢的。他推你，你自己倒那儿了，他一看你倒了，是不是？他们反而担责了。你这边还没什么事儿，本来你是有理，你要打了他们变成无理了。他一听，哎，有道理，正用我那个方法击败好人，用到他公司去。他给他所有的员工就讲了。我说你千万别给员工说，说是我说的，说了你看人家骂我，啊，我说他们来了，来了不要发生任何冲突，发生了冲突啊，真正受到法律制裁的时间，是你这公司的法人受职责的，可不是员工啊，员工打伤了，首先你单位要拿钱去看，更不划算，你要把别人打伤了，一样需要赔钱。我们用柔软的方法，不是怕他，而是把有利的因素占得更有利益。国家还有宪法呢嘛，你怕什么呀？哎，他真有这种方法。哎，别人来了，他们这些员工，哎，一推，都挺听话，一个一个都倒那儿了。哎，倒那儿以后还去做什么呀？轻伤鉴定，很有意思。哦，说把我们摔了，做个轻伤鉴定。哎，他来个很大度，他说："你看，你把我们人都推了，都推伤了，我们也不需要你赔钱，就是以后你不要再来闹事儿就行了。"那些人一看，哎呦，人家这么大度啊，我们太不应该，我们散了吧。几百号人就这样就散了。他说："秦老师，你这个方法好啊。"我就在想呢，我们要和他对打，在我们单位，我们公司首先被砸得稀巴烂。要是真把谁打伤了，你看，公安系统出面。还要花钱，
可是受损失的还是我们。他最后一想，哎呀，你这个方法太好了，说我们员工啊，开始觉得很窝囊，现在一觉得，哎，挺好，以德报怨，我和你不产生任何冲突。他说你这个方法好，哎，实际我们有时候在想，实际这种方法确实好，大事变小，小事化没了嘛。他打你，无非就想把你打倒嘛，你倒了就满了他的意了，他气是不是就宣泄了？他要打不倒你，你要给他回敬，更厉害了。打伤了谁赔钱？公司赔钱。啊，为什么？在你公司发生的事情嘛。他把你打了，你把他打了，总得有人要承担这个责任的。那我们以德报怨呢？是不是把仇化解了？这些人一散掉，再不会找你麻烦了。反而你看呀，人家多大路，人家就是好。你想几百号人来你这个地方闹事，里面肯定有主谋。主谋他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就希望双方打得头破血流，就希望你的公司出现事情。你不中计，他不就没什么，哎，伎俩可用了。他一听有道理，我说我们在任何时间不要冲动，冲动是魔鬼。啊，我们不要把一个小事情啊，把它激化成不可解决，更不要把一个小事情啊，给它，哎，变成一个大事情，太没必要了。我们回过头来再讲，疯狗把你咬一口，你难道要跑去把疯狗咬一口吗？到底谁是疯狗，大家都分不清了。实际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以柔克刚，四两拨千斤，我们古人的智慧就在这个地方。哎，最后试过以后呢，哎，公安系统人还说呢，你看人家多大度啊，本来把你们都抓了，你把人家人都打伤了，人家还说呀，你放了吧，别打他们，别抓他们，啊，这是一场误会，把大家还感动得一塌糊涂，都散了，说呀，我保证以后再不来找单位的问题了，不找麻烦了，啊，说你看我们把人家人打了，哎。公安局要抓我们，人家还替我们求情，人家素质修养多高啊！对这个公司的员工感恩戴德，对这个老板感恩戴德，说你们企业文化好，忍让做得好，员工太有素质了。一个一个这么年轻的都不动手打我们，我们一打，人家自己都倒那儿了。这个方法真是上等的方法，避免了一场头破血流的事件，啊，也避免了，一个小事情影响到司法里面去，都这种危害，也造，你要是真打起架来，对一个地方、一个城市的影响是非常不好的，哎，这是我们大家应该要清楚的。所以说，善人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，便省了嫌弃，不光是对外人。对我们自己家庭，也用这种方法。那太太无非骂你两句，骂两句你就笑一笑就完了，打你两拳，好，你就挨着就行了。那这个家庭矛盾还有吗？没有啊！你想，你把人家气的，人家都要骂你，都要打你了，你说你可恨成什么样了？你还不反省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，正好把自己的度量、修养、人格魅力提升了，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，还保全了自己，不冲动啊，哎，不会惹来太多的麻烦，所以说，善人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，便省了嫌弃，所有的无关紧要的嫌弃，我们就省掉了，不然的话，你有生气的时间，还不如我们自己。学习，提升自己的价值，把我们的人生啊，变成啊更有人味，哎，更积极向上、阳光的一生，这样就会更好。第二段，我施恩于人，不求他报，他来结怨，我不与他计较，便宽了怀抱。量大才能富大。啊，你看这一块就告诉我们了，我们施恩于人不求他报，这样才是真施恩。
我记得我们过去啊，在陕西有一个公益性的组织，资助一些特困学生。哎，我也给大家做过这个报告。我们很多资助特困学生的义工呢，就跟我说：“秦老师啊，以后不能做这个事儿了。”我为什么呀？说我们给他捐钱，帮助他上学，说这些学生一点礼貌都没有，给我们都不鞠个躬。我当时一听，哎呀，我说这有机会，我说给咱们义工啊，我们要共同学习一次。啊，我说现在呢，我给你先不回答这个问题。等我们做完这些活动以后啊，抽时间，我们当时义工要多啊，200多位呢，经常做一些慈善。把所有义工啊召集在一起以后，我给大家鞠了个躬。我说我今天回答那一天一个义工说的一个问题，说学生啊受到资助以后不懂礼貌，给我们呀不鞠一个躬，就因为不鞠一个躬，他的建议是让我们不要再资助这些特困学生了。我说这种心态是不对的。施恩求报，你求人家给你鞠个躬，这也是一种求报的方式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你帮助他是想到，第一，他家境困难；第二呢，你帮助他的过程中，希望他的爱心未来传递，在他有能力的过程中，也会受你的这种影响，他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这是我们唯一的目的。第二呢，你在帮助他的过程中，不光是帮助他了，因为年轻人啊是祖国的未来，年轻人的心态、行为、学识的高低，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国家的发展。你立足这种心态去帮的话，帮助他的话，就不会局限于鞠躬的这个理解了。那反过来，我们再要想一个问题。就因为他们贫穷、可怜，我们才有了行善资助的机会。反过来，不光是他给我们不需要鞠躬，我们这些做慈善的人反而要给他鞠躬。他要不可怜，他要不需要帮助，我们哪有机会做善事啊？哪有机会把我们的慈悲心、把我们的素质修养、人格魅力和德性给培养起来呢？他们一听，哎呀，有道理。我记得我们那个义工啊，08年组织的，到现在还在。我是从012年退出来，再没有参加过，因为比较忙了。那个组织呢，现在呢又成立成了这个，活跃，非常活跃的一个组织，经常性组织一些活动。那个义工呢，还是我们过去的义工，里面什么层次人都有，受我影响是非常大。真正的慈善施恩于人，肯定是不求回报的，求回报肯定是错误的。我们在帮助人的时间，我也告诉过大家，上善帮助人解决思想问题，让他有一个上进的思想，爱国、爱社会、爱自己的一个观念；中善，教人与技术，你教会他。能养活自己，能养活自己家里人，下善才施与人物质，下善我才，哎呀，你今天缺粮，给你送点粮；缺油，给你送点油。这种是下善的。下善呢，可善可恶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下善呀，有时候会把这些人帮得更懒惰了，反而没有精进，没有这个经济思考头脑，反而呢。会出现这种消极的、负面的东西出来。我记得我们也帮助过，给人送米去了，两个人还抬着米给人家抬在那个地方，人家坐那个地方连动都不动，还翘个二郎腿，给我送米来了呀，好，你们抬来给我摆那摆好，跟指挥人的一样。出了门，我们就有义工就说了，我说啊，来做啊就要无怨无悔，有怨有悔啊，你就不要参加。你想他为什么可怜呀？可怜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种心态呀。我们看的过程中，他的行为也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和他一样犯同样的错误。
这样就行了。你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吸取正面、善的，哎，这种念头和行为，我们这种做慈善才是真正的慈善，不然也是假的。所以做慈善也好，哎，做任何功德的事情也好，我们一定要有智慧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我们从那以后，我就觉得了啊，给人送书最好。像这个物质性的这个慈善呢，一般都是救急不救穷，他现在急需帮助，我们立即去帮助，或者生病了，家里孩子上学。要是对一些长期贫穷的户呢，我们能避免就避免，就不参加了，也就不送了啊，最多给他送本书去，除非他们家人有重病或者孩子上学需要钱才帮助一下。这也就告诉我们，我施恩于人不求他报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做任何慈善，今天帮助所有人，不要求回报啊，求回报这种心要是没有达到预期的这种回报，你会很不舒服的，会很痛苦。今天我们学习修身养德，学习传统文化，学习宗教文化，真正的目的是学得越来越自然，不是学死了，不是局限于形式化，没有一点实质化的东西是不起作用的。